有试过，忽然感到莫名的悲伤，好像生命中有过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却无从记起。每一个 OPPO 手机的主人都有专属的手机人为他守护，手机人可以跳跃时空到过去为主人微调事件，但千万不可以带主人穿越时空，否则手机人会永远消失，而主人对他的记忆也会永远删除。我是手机人 OPPO R9S， 特长是拍照更清晰，今天这是我的第一次出镜。小娇，27岁，旅游杂志摄影师。上星期公司叫你去拍什么来着？去买电灯节。这是天灯笼？不是。这也是天灯笼？也不是。这总该是天灯了吧？坐。不用。多，我真的不用了。多，小娇啊，不过就是失恋嘛，你再这样拍下去，你就要失业了。他就是我的主人。照片记录着珍贵的回忆，啤酒，人类以为可以忘记痛苦的工具，零食，女性的头号敌人。到底爱情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佳明，是我。你又喝醉了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做的很不好。
但是我愿意改，可不可以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别让再打来了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，郑重的跟你说一声感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是良家妇女，所以你休想还有什么别的回报啊！你想多了。你才想多了呢！你这一直跟着我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我不是变态，我是你的新邻居，我住这儿。新邻居？那你开门回家。我忘带钥匙了，我在等我妈回来呢。我也在等你妈回来呢。啊，你们认识？你妈再不回来，我就报警了。我可以打110的。上个星期三你喝了很多，在楼下吐了一个晚上。昨天凌晨你在家里大喊大叫说：“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倒霉啊！”够了。你妈回来了吗？堵车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不客气。烫了。
干嘛偷拍我？你心理变态。又是你，来台湾也能遇见你。所以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的缘分？我是来工作的，谁跟你有缘分？所以你们杂志社就是让你来拍一些石头、枯草、铁轨什么的。小娇啊，你要是再这么拍下去，你可能就要失业喽。你怎么跟我们老板说的话一样？这个车站已经弃用了，两年前还有火车，现在只有车站，火车已经不会再来了。你在那儿胡说什么呀？你都没有失恋过，你肯定不懂。你失过恋吗？啊？哎，什么嘛？像你长得那么帅呀，平时肯定都是你甩别人。什么？我说都是你甩别人。啊？啊？什么？你甩别人？什么？自从佳明走了以后，我再也看不见风景，一切都是灰色的。为什么你要活在过去呢？过去有什么不好？那个时候至少佳明还跟我在一起。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，你想改变什么？两年前佳明约我在这里庆祝纪念日，可是我临时有工作去了巴黎。佳明呢，他就在这里遇到了初中同学。如果我当时有去赴约的话，佳明可能就不会再遇见他。那么现在他爱的可能还是我。听说这就是太平洋，你看风景多美啊。这个时候孤零你为什么不能展望一下未来？我已经没有未来了。我的手机一直在我的手上，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照片？你是谁啊？
可以带你回到两年以前。你还想要回去吗？警告，不能带主人回到。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要好好的生活，珍惜眼前美好的一切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属于他的幸福，虽然不是我，可是看到他开心就好。爱一个人，一定要拥有。我明白了，佳明的幸福不一定有我，而我也可以找到属于我的幸福。看到了过去，所以才这样的吗？你可以过更快乐的生活。我知道你要是没亲身试过，不会放弃的。可是我不能让你做这么大的。
牺牲吧。我现在能做什么？你不要伤心，你记住，你一定要过更快乐的生活，拍更美的风景。别伤心，你不会记得我。爱情很短，遗忘却很长。原来爱一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你有没有忽然感到莫名的悲伤？可能也有人曾经默默地守护过你。谢谢你。拍得越来越好，继续努力。